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过来拜访一家做背包辅料的工厂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过来看看。现在我们去他们的负责人办公室找他们的负责人，大家现在跟着我脚步一起过来。啊，这是他们的办公区域，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很大的。哎，你好，袁总，你好，啊，初次见面。欢迎光临。我们今天主要是过来想了解贵公司的产品。现在姚总这边方不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哦，好的，呢？啊，好这的，个好领的，夹麦麻烦带上。好的。我们公司，这个是贵公司的产品架是吧？对，好的，方便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吗？对，这个我们公司生产的这个扣具，用在背包上面的，这个有轻薄型的，有电镀的，有喷油的，有塑胶的，有五金的，品类繁多，都供君选择。主要是贵公司这些是贵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吗？对，基本都有专利都是有国外专利也有吗？的，主要国内，有部好分是的，国外的。明白。贵公司主要就是生产这些扣具、锁具类的对，了。还是种类还是比较多的，大概有几百种款了。是的，贵公司有出一些国外，出给哪些客户呢？有保时捷啊，意大利的 Seven 还有那个 Beckman 啊，挪威的 Beckman，他们也是做箱包的，这都是很有名的。主要是贵公司主要是做箱包的锁扣这些产品，这属于算是辅料类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产品还是比较齐全，然后也有自主研发能力。姚总方便带我们去看看贵公司的生产情况吗？可以，好的，我们现在跟着姚总一起去看看他们生产车间。好，我在前面等。好的，麻烦袁总。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，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，这个就是卧室注塑机，一共我们现在有6台卧室注塑机。好的，你们一共是6台卧室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一共有6台卧室机。这个主要是生产塑胶之类的产品。我们现在跟着姚总的脚步，一起来看看他们公司的具体情况。这是我们的模具，这个姚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他们自己开出来的一些模具，哇，还是很多的，说明他们公司的研发实力和他们的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大。哇，这些也是模具吗？是的，这都是模具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边的模具和这边的模具，它有什么不同吗？我们有插扣、滴扣，手把，我们把它进行分类存放。对，好的。如果说像客户，如果他是自主，开发，他需要他的私人的模具，
有没有单独存放地方呢？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有。明白。他们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说存放的地方还是可以有的。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产品机密泄露之类的问题。这边是我们的那个立式注塑机，专门生产那个手把之类的产品。好的，了解。他们有不同的产品，有专门不同的机器设备。可以，我们去二楼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生产车间去看看。去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了他们另外一层楼办公楼区，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现在这边在做些什么产品，以及他们生产情况。这边就是我们的生产部。好的。这是他们的组装生产。组装。就是他们还有专门的测试。他们的产品大部分是一次成型，所以他们的装配人员不是很多，然后他们大部分是做质检工作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姚总这边来已经了解过他们的情况了，大家后续有关于这方面的需求可以直接联系我，我来给你们做对接，谢谢大家。好。